界。一血了，谁的一血呀？还行啊。走的有点慢呢，这小度。螃蟹，螃蟹一级应该能打了。死掉。啦，回家，起立。唯一的真正罪恶就是克制自己的渴望。一级不点E的螃蟹都是憨憨，他点不点E他也没用，他也打不过我。每颗心脏都有他自己的饥饿感。这英雄一级战撸还可以，除非那是那武器大师。这波我可没法去了，你要非得让我去我也没招了。最终每个人都会在下游。行吧，这回我可以来一走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呀！我闪现吞，还有我，这什么武器大师？相位猛冲，真猛啊，兄弟！别打他，哎，这玩意儿呢无消耗啊。看看能不能再吃一层啊，差不多溜了，回家了。假装打不过来，走呗，傻眼，一周点燃昏吹。回家了，我们还是得来个攻速海。是不可能的。
killing spree. Liu Kou Shui, 说明在饿肚子。开个大钻他屁股后边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走，吞，推，我已经攻速还了，小伙子。打这玩意儿了，他应该第一件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破盾者，巨蛇之牙。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打个眼儿，可能会我们可以在二塔这个地方断他一手。哇，一下没溢出来，哎呀，艾克怎么来了呢？值钱了，他没值钱，他是零七二，艾克拿了一个奖。没什么能摆脱饥饿感。他没值钱，艾克值钱了。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吃我的塔皮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不吃塔皮，他会很亏。来了！哎呀，你以为闪现你就能走了？你知道我的舌头有多长吗？啊，舌鞭，巨舌鞭挞，给我吞，推！所有人都应该淹没在我的庄园。灭他杀的，闪现啊！值钱了，我看看打他们家出点啥啊？确实还是得出个这个。谢谢玩草莓的奥拉夫，送啥了？现在我们可以。谢谢奥拉夫啊，感谢感谢。没看见送啥呀？你可以再送一个啊。Dominating。风味的浓郁度，就是让我如口水。攻速跑得太慢了，来吧，螃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吞。
呸！最近还没到吃螃蟹的季节呢。盾好像没开出来盾，哎，我要是开盾了，他能给我涨了吗？开盾有用没？给我链儿了。God-like. 哦，没用啊，那没用，那也没办法。下路走一趟吧，来人了啊！我这车上怎么还有一位另外一位乘客呢？我不记得我刚才有降有乘过这名乘客呀，有载过他呀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司机呢。这名乘客是怎么上的车？好像没买票啊。再见。昏灰还追呀、啊、还追，再追一个我看看，再追啊，还追知不悲，我的盛宴走呗，难中出现，啊！干嘛杀？瞎眼吧！他挺狂啊，我一看挖大人头，后面那牙锁是挂机的了吗？还是什么？老头不有大吗？老头，那老头咋不给人放大呢？我走了啊，我要发车了。
这可不行了，我得撤了。算了，这趟车的乘客太少了，不想发了。